到了，到了中立，中立的牌子，这边相反的，中立到了，四小时多，其实准时哎，跟了那个，现在1:18，刚才16到了，我要拿一下我的票，原本想说。原本想说拍一下那个便当啊，结果他快一点的时候才到我这边呢、啊，而且80块便当好像比以前还贵，真的比较贵，以前好像60块吧，可是已经12:55才要卖便当啊，那个1:16到 ，OK。外面蛮热的，30几度，所以我觉得这次坐我身后这台不错，感觉还不错，不错。其中遇到一位到丰原站下车的还不错，跟他聊了很久。因为刚才有一个阿嬷。阿嬷没有位置坐，就让了他差不多20分钟吧，然后跟他聊天啊，觉得还不错、啊。他有订阅我，你那时候看到这个影片，跟你说谢谢你啊，陪我聊了蛮久了，所以我觉得时间过得真的很快，所以有时候觉得慢活一下是比较还可以啊，不会太久没有做这个了，等一下怎么过去呢？OK， 走一下中立哦，有了，到了，最熟悉的，我应该有4年没来台北了，4年了，应该那时候还是郝龙斌的时代，不是现在柯文哲了，我应该有4年了，这边还是没有什么改变的，其实旧地方都没什么改变，啊，对啊，蛮热的，等一下去找我阿嬷了 ，OK， 跟他拍一下影片。等一下拍个影片，我等一下去尿尿了，憋了4个小时的尿，9:22出发，然后我都没有尿尿，4个小时多了，肚子是还好啦，因为昨天吃蛮多了，昨天有吃那个天使鸡排啊，鸳鸯奶茶，然后还吃一个1+1的那个50块的那个麦当劳的那个，对啊。真的好热哦！等一下去吃我最喜欢的乌龙面啊！我等一下拍给你们看。现在要从这边出去了，所以插进去要怎样？小姐，这有方向吗？插这样子插下去。这坏了。这样插进去就可以了。OK， 好。啊！好好好。哎，还不错哎，可以让我当纪念，当做纪念，因为我毕竟很久没有坐这么远的。OK， 看一下，好久没来的，中立是，目前为止我这样看是没有什么改变的、啊。这边我最早回忆20几年了，先把这个收好，商票把它收好，等一下把它收好，好热，等一下吃饭了 ，OK， 好了，影片先到这边结束了，拜拜。